不愿意做正经事儿，他不搞研究，就研究坏，挣钱，挣钱，挣钱。绝大多数不是挣到挣的钱。原来说那个王麻子盗剪铺，还有那个傻子瓜子儿还干点真事儿。哎，王麻子对不对？人家磨剪子。现在的企业家不定怎么来的钱，你问他第一桶金哪来的，自己都不敢说。